颜色呢有三个颜色，有我身上的这个是帮我打紫好了，紫啊粉啊，紫紫色，然后它还有白色，32号，41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杏色，然后一样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，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，就是比较厚比较厚的棉，跟那种夏天的棉不太一样，有三个颜色，然后它后面很可爱。没有，它后面很可爱哦。美女，这个品名是你取就好了哈。好，你取好了。你取，然后我有编号就好。我写编号就好。没，这只我不知道是什么案例。我看一下下下线。汤姆包的缩小版吗？汤姆包，汤姆历险记吗？汤姆猫。汤姆猫。大菜多人家死，当然要来个特别的。是有没卖哦，没卖哦。来这件呢，尺寸呢，我跟你说可以穿到 XL 号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我量一下哦。来，它的胸宽呢，胸宽63，然后长度呢73，胸宽63，长度73，然后旁边有这样子，有没有小小的这样开叉？我跟你说，它的面料很好，然后是韩国的。是韩国的，然后他们家的韩国啊，就是比较小资族可以买的那一种，啊，小资族可以买的，他们都是那种百元的商品，然后一样就是都是韩国的，全部都是韩国的，就是哪里制造的，其实我都会跟你们说，然后这是韩国的，啊呢，来，杰利鼠你。杰利鼠，来哦，这一件哦，有三个颜色，有，哎，请问我说什么色啊？紫白杏哦，紫色，我身上这一件，然后这个是白，然后你看它后面有都很可爱哦，它比较算大 T 的感觉，所以如果比较冷的话，里面呢就是可以自己搭你的内搭，或是等一下我们一样会卖内搭，你们就是可以自己加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有三个颜色编到41，来多少钱？680，680元哦，喜欢要帮我打41，要好要拍照好，就是紫色嘛，紫白杏哦，紫白杏。对，我身上这个是紫，然后这是白，这个是杏哦，然后680哦，喜欢的加一哦，赶快哦。看一下哦，照片都传很慢。大姐，你有懂的不？这个有没有人喜欢？这个好可爱哦，想要买这个。编号41哦，编号41，然后紫白杏，680元哦，680元而已哦，有没有？价韩的价韩啊，它是属于比较便宜的韩国，跟我们在卖的那种韩国不太一样哦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卖的那个韩国都是比较有品牌，然后这种是比较大众品牌，就是大家都可以买得起的品牌。对，所以要开始变。穿，然后它颜色超好看，超可爱，我好喜欢这个颜色哎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他现在爱上粉红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哦，它是有点桃粉紫粉紫的颜色，不是那种人粉红色，不是那种正的粉红色，有没有？所以喜欢都可以赶快加一哦，加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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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下一件，好，我们要加快脚步哦，是，因为我们剩一个。多小时而已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他这边只能到5点，因为他等一下这边还是会有人啊，对，生意很好、啊，对，我们有点就是慢了，对啊，慢起啊，慢起，我们有点慢了，所以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播快一点点，编号那些可能剩下钱哪一件？然后各家小伙伴，小伙伴都在，我在呢。哎，上面图案熊熊，那个嘿，小熊软糖。
色，颜色灰白，灰白。然后那个黑搭，黑搭黑白，但安妮小熊青色。等一下，这种内搭你们也要买？大件，大链。好，你取，你取，你取，我写编号而已。来哦，小熊，就是这一件编号42，对，有两个颜色，有灰，灰跟白，灰白两个色，灰白两个颜色，尺，我量尺寸。来，我扭啊。它的胸宽，来哦，毛巾布料哦。胸宽58，胸宽58，然后长度54，长度54，对，54哦，长度54哦，然后呢，一样啊，你看它这一件啊，小熊，它是印上去的，然后它是这种螺，里面是那种毛巾布料，然后它颜色啊，螺纹有没有是水蓝色，然后这个是小熊软糖，有没有爆那个爆米花？它的袖子也够长，有没有？它里面就是那种毛巾布料哦。然后你看，它配色真的很好看，有没有配色超可爱？然后它这边是那种湖水绿的颜色，它今天这边是湖水绿的颜色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就是可以自己搭一件那种长版的内搭出来，讲两件事，对，就是感觉也很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来，编号42，对。42灰加1，42白加1，来，这件只要490，这件只要490块，真的很便宜，你看。然后它就是一样是可以穿到 XL， 很可爱哦，一样是可以穿到 XL， 它只要490。然后它的布料面料就是现在可以穿的，是毛巾布料，就是这种天气在穿的，好不好？这种天气在穿的，编号42号哦，编号42，喜欢的帮我加一，对，好。这个比较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啊。对啊，因为它面料真的比不会像韩国的真的那么的厚。对对，因为现在韩国它现在是不是越出越厚？对。然后啊，我们会想要找一些薄一点点的来给你们。嗯，对。来，这个只要490哦，490，编号42，42灰加1，42白加1，两个颜色。嗯。42灰加1，42白加1，两个颜色，490。对对，这个其实你们家里有国中生。或者是高中生，有没有那种女生啊，比较瘦小一点点的，其实也都可以穿这个，很好看。我觉得小朋友也会喜欢这个。对啊。对，只要490哦，而材质很好哦，然后你看它的领口都有撞色。对。对，它的领口是有撞色的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它比的姐姐真的不一样。真的吗？我因为我挂口罩，来对拢棉絮啊。你看我这条衣啊，没办法啊，这一千嘛，牙衣。小姐，我存半点钟好啦。小姐，我存半点钟。哎、欸，这衣也未歹。算了，这可以水。水水。哎、欸。对啊。送饮料的。外送。外送。哎、欸，不要讲话。为什么？那我在拍照啊。好。好。拍照不讲话。那不然呢？然后我里面的内搭，对，内搭来，内搭有两个颜色，有黑跟白哦，有黑跟白，然后内搭都一起来好了啦。要不然你打给你，打给你叫我啊，来内搭，这个是下面是那个微笑，开叉两边，来编号43。来有两个颜色哦。有两个颜色，然后一样就是可以穿在里面的。多少？刚刚那件黄色的，黄色有黄色的吗？哎、欸欸啊！我什么干嘛？我瞬间暗了，黄色。这个吗？这个这是白，这个其实是米黄，米黄对米黄。这个是490，对490，对那个精华，精华，精华、欸，我们的精华路的精华，对对对。490哦，490。来，编号43，编号43哦。来，两个颜色，内搭，这种内搭你们真的要买。然后来，我跟你说非常便宜。好好，就是冲量啊，就是我们来已经来这边了嘛，就是冲量。阿如你好，阿如哎，这个牌子的。然后呢？
我跟你说，这个你们真的要买，它的面料真的很舒服，薄薄的，薄薄的，不厚哦，不厚哦。然后我量一下尺寸给你们。那因为会太大声吗？嗯，不会啊。哦、来，它的胸宽大概45，胸45哦，然后长度70，胸45，长度70。然后建议尺寸啊，穿到 L 号是好、哦，建议尺寸哦，穿到 L 号，然后两个颜色，然后你看下面这边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还有开叉，对啊，两边有开叉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来，这件只要350块，350哦，对，350块，350哦，然后它下面这边是有那个自己印上去的，嗯，这个微笑是印上去的，它有点很像那个什么现在的那个什么。哪个？什么不给糖？不给糖？你就万圣节？对对对，有点那种笑脸是万圣节的那种图案的感觉。然后它是薄的哦、嗯，面料真的很舒服。这个就是要买起来，就是穿在里面的。你如果你衣服太短啊，里面就很适合穿这种比较长版的，痛出来哇，比较两件式的感觉，好不好？然后350嘞，编号43，喜欢的帮我打43百加一43黑加一，或是我跟你说，你直接打包加一比较快。哎、欸，包加一，你讲没有包色价？包色价，哎、欸，包色价，来包起来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包色，反正也只有两色嘛，对不对？买包色价一件，320就好。320，好不好？那有350啊？对，哦，便宜了，一件再便宜30块，然后两件是便宜60块。对，然后包色价要可是你要两件哦。对，一件没有，一件就350，然后两件的话，一件是320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这样两件就便宜60块了呢，对不对？60多，对，很多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你们真的可以加，因为它面料真的很好，就薄薄的，薄薄的，或是你睡觉当睡衣也可以，薄薄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这边是很，就是一家是 Convo 就是这样呢。薄薄的，对，它就是薄薄的而已。然后你们要的话，就帮我打包加一，就省了60块哦。那上面啊，被冷掉了免运了啦，吼，可以艺术感快啦，好，对不对？我想说有什么有交代的声音，结果是他在擤擤鼻涕的声音呐、啊，在擤鼻涕的声音呐、啊，有 echo 哎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被这样做成不会、欸、哦。啊、所以你们坐了我的椅子哎、欸！啊，我先坐一下，我脚好酸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你们真的可以加，喜欢的帮我打包加一，真的适合，真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是买两色，一样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买两色，两色其实也一样啊，包色包加一就，哎、欸、也不对 啊。你说买一件，你说买黑色两件或白色两件吗？可以啊，对啊，一样啊，要怎么打？一样，就要黑加二，一样320啊，对不对？就黑一样算320，就黑加二安尼嘛。对啊，就四三黑加二安尼两面，反正你就是总数来两面，对，两面就是有包色的价钱。Yes， 对对对，你就是可以买两件白，两件黑这样子。啊，我是刚刚可以买各二啦，我因为刚刚这种的是抽签的，是一群来，但白色如果你黄了，哎、欸，你就可以淘汰掉了，对不对？ Yeah。 因为刚刚这种小小啊，你就是哦，你啊黄啊是派起啊，是讲啊起毛球就不要了。其实白色对不对？穿一年大概就是要换一次。对，白色的啦。你们聪明的一定要线上，就是要包加一，对，小60块呢。对不对？小60块，而且60块就等于就是免运了、啊，因为运费是要70。对，你看你买两件就等于免运了，聪明的一定要包加一， yes。 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阿来，我看谁不聪明，我来看看谁不聪明，都没有，有几个不聪明，还蛮多人不聪明的。赶快聪明的，赶快打包加一就省了。可以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好，接接接。给王力宏钱，不是。你们知道是包多少钱可以整？哦，真的你，哦、早说嘛！刚才应该想要算，直接整数下349，3490。好，来，再来是我这一件，来，我这件颜色有三个颜色哦，来，颜色有黑、灰，还是？黑就灰哦。黑。灰。灰。对。紫、啊，
没有吧？你是要用那个调颜色呢？调颜色，它这个是黑红灰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这样会不会剪到别的颜色？不会吧？黑红灰应该差蛮多的吧。好，黑色、红色、灰色，黑红灰。三个颜色，来这一件可以穿到 XL 哈。哦，它的毛巾布料是软的呢，它是软的毛巾布料，软的毛巾布料哦。然后你看哦，它后面是有帽子，然后很轻，旁边有开叉，然后稍微有点前短后长，一点点，稍微有点前短后长，可以穿到 XL 绝对没有问题。下面就是随意啊。随意自己看，你要搭牛仔裤、宽裤都可以。对呀、啊，有帽子，有抽绳，有帽子，面料超好，收到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它的面料是软的，真的是软的。它的胸宽六五哦，胸宽六五。这些是韩国的吗？对，对，你在韩国的哦。它是便宜的韩国，要跟你们。对，它是比较单价比较低的韩国。这棉絮好多，眼睛好痛。来，要长度56，长度56，对，可以穿到 XL， 对，可以穿到 XL， 这个面料都是有弹性的，很好穿。三个颜色，想要缤纷的颜色，你可以挑这两个颜色。是，夏天不是夏天，冬天啊，其实这两个颜色真的很少。对啊，比较不一样啦，比较不一样。然后想要低调的，就是教我身上这个黑白配，黑白配，啊，男生女生配。来，你要多少钱？来790。790啦，吼哟！我跟你讲，这领巾拢买得起的，好夸张哦，790。对啊，可以穿粉色吗？可以。啊？黑白衣长多少？56。刚刚是56吗？对，应该56。对，眼镜好。啊，编号你有贴了吗？45。贴了。穿粉色吗？那我先拍这个颜色啊。44。来，44黑加一。44红加一，44灰加一，这样子条，我们用这个条来分，这是黑红灰，黑红灰，790嘞，好夸张哦，790，你也删掉顶管啊，哎对。好痛哦！毛跑进去了毛，卡来这边，来吗？来，不是卡后边，还是卡哈边安尼嘿。好，换灰，哎，换灰还是粉？换粉，粉，这条我是要头上钢扣哎，带小帮手猫爬。你每次都要卖那个颜色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不知道怎么剪，然后剪错又要怪我，真的没有怪他，没有怪，没有怪，但剪错要怪我。可是粉色应该不会剪错吧？这边有哪个是像粉色的？没有啊，来灰跟790哎，我觉得灰色跟粉色很搭、欸，很搭、啊，就是它这两个颜色其实非常搭，它这两个颜色放一起其实是很搭的。对啊，对，粉色配灰色是很好看的。然后你下面就是随意配一个牛仔裤就好了，短裤、牛仔裤、宽裤，这个都可以搭。而且我跟你说重点，它的帽子都不会往后倒。对啊，都不会往后倒。这个是轻的，这帽子是轻的，帽子是轻的，它不会往后倒。福禄 ，Hello， 哎，你搞什么搞？哦，那我们是顶灰还是顶粉？没，你要灰还是粉？用灰好了，因为灰才不会剪到那两个颜色，是灰色，对，灰哦，这个是打灰，它就是粉灰配，粉灰配，然后这个是红跟紫配，对，它是那种，我跟你说，它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韩货。这是可能要跟你们再讲一下，它是比较便宜的韩货，跟我们在卖的什么小花啊、A 牌那种不一样、哦。不一样，对，因为它那种单价比较高啊，所以这是台北厂商叫我们来帮他，就觉得我们的直播不错，然后可以来卖。他有问我们说，哎、欸，想不想要卖，就是韩国的，然后是便宜的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也可以啊，不然就卖看看啊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加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想要符合，因为有一些小资族，对对，小资族的。
的果粉们也是想要买一些 CP 值高，然后其实单价不要太高的。对 对, 对。然后我们就是也会找一些就是像这样子的，跟我们上次有没有？我们上次不是有一场也是卖。也是卖那个台主的，那个是台主的，台主的那个我们也卖的超好。对，其实我们台主的啊，或是那种比较便宜的韩货，或是如果以后有卖到那种大陆制的，我们都会讲，就是我们都会跟你标清楚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卖的是哪一个国家，我们现在有，所以你们放心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。我们现在有那个泰国、韩国跟台湾，对啊，泰国还有日本，还有日本，对，泰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啊，我们快要环游世界了。不错不错，对对对啊，对，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，就是这种问题的话，就是都不用担心，我们直播都会讲。好，要不要穿插卖这个？好啊好。哎呦，哎，要不要留？你是要留一个？要留吗？不要卖，嘿，卖好了啦。那个你先卖你们好了啦。那个你不会拿。我忍耐一下，因为看到好可爱、喔。不是，我会纠正你。好。OK， 它、后面呢、欸？我帽子。我刚才没看到后面。有沒有好。好。可以，我可以，可以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来我们穿插哦，来卖这个。我们家的品质真的很推，我们真的有选过的，啊、一些有一些真的聊起那么厚抽抽，而且起毛，它那个我们都排这个里面的毛巾布料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不会飞毛？不会，这个不会飞毛。对，那是因为我们这边衣服很多。对，我刚才是因为这边棉絮很多是飞到我眼睛，不是这件衣服弄到我的眼睛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不会飞毛哦，丽琪，这个这件可以买，而且它好舒服啊，穿起来好软哦。有一些毛巾布穿起来不合情，你卖多少？这个是这样子，没有，然后这个只有十个，对，就是 Hello Kitty 的有十个 ，Hello Kitty 只有十个，然后是防水，一定，来 Hello Kitty 的只有十个，很可爱。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你，因为它这个是用的哦，它这个整个都是有车起来的。不是那一种不织布的，如果是那种不织布的，它就很容易破掉。这个呢，它是整个都是有车线，这个啊，整个都是有车线用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是可以耐重的。这种是耐重的袋子。然后我跟你们说 ，Kiki 的只有十个而已，对啊。然后库奇尔只有四个。呵呵呵，对，这个提出去太可爱了，超可爱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都现货、哦，所以只有线上的人可以加，加完就没有少量哦。这个只有十个，所以你们要的要帮我打四五加一，然后只有十个，然后只要149块，啊，很好，太便宜了，这好。瞬间抓啊！你在被攻上。好，那快速介绍。好，一四九啊，好，好，只有十个，你这里才149，超便宜的呢。我这是好的料呢。我过节韩国一个月才490，对呀、啊，我还刚九，对呀、啊，你是我应该开错价，你是价钱开价是只有这个，你在赚那几十那250啦，赚几十块而已。好了，不要进啦，就来两面都有哦，两面。两面，对，什么？对，要吗？麻烦，要不要？两面，对。然后这个要 Kiki 的要打四五加一加二加三，对，这个其实你们可以当购物袋，或者是当、欸、多好看啊，全脸呐、啊，哈，而且可以游泳啊，这都防水啊，哦、好可爱，我的妈呀，这都防水的哦，这都防水的，这块要那亮亮的亮面的啊，那个它都是防水的材质，底部是有厚度的，就是它是有超可爱，对不对？赶快149块而已，好便宜哦，好喜欢呢。来，要的帮我打4 5+2+3了，好不好？149块哦，超级可爱，超级可爱，对，真的很可爱，超级可爱。来，编号四五，来先拍照。好，你们喜欢就赶快加，因为我们这边有点delay时间。对对对，对，我们就加紧脚步。好。换库契尔的，库契尔的，只有四个，四个，再算一下会忘记，四个，对啊，四个一样啊，来，只有四个，四个就要买库契尔，在家，在家，外公，你今麦库契尔今麦多少啊？够够资金呢？你那有够够资金？库契尔真的很少，只有四个哦，只有四个，来，聪明的，帮我打46+4加，直接帮我累了，直接。
四六加了直接包了，一样是一四九啊。对啊，一样一四九就好了嘛，因为这个其实要订高一点，因为它这个量比较少。库奇尔真的很少，我们这次去日本啊也没有看到库奇尔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这个如果没有人、啊、没有卖，我们就自己买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这太可爱了，真的好看哦！不要我们提，没那边问哦。对啊，来不及哦，问了就没有了。对啊，来四六加起来一样一四九，一四九，一样一百四十九，一百四十九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有史努比的哦。还有史努比的。对啊。哦。我先穿好了。好，好，来换菜，换菜，来换菜。哎、欸，阿珍，你跟你讲话怎样？要看单。我阿单子比你遐嘛也是来得啊。好，这个来史努比，史努比，史努比。在念什么？哎呦喂呀、啊，怎么这样啊？哎呦在念什么？史努比，史努比啊，来。编号四十几啊，四六哦，这杯是我们四七四七，来编号四七，编号四七，然后有两个颜色，然后你进来跟我们去冰，去冰啊，这个有限量吗？这个有限量哦，后背只有四个，四个，对，后背只有四个，哎，各四吗？卡其三黑一，卡其三啊，啊黑色只有一个，对，黑色只有一个。哦就信好了，信色，信色。它很轻，料子超好哎，料子超好哎，没有就这样。它料子很好，旁边还有个史努比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好看哦。超好看，它是尼龙的材质哦，很轻哦，它可以收起来小小的。对，然后整个有没有整个面料就是一款不用刺绣，刺绣的你有看到吗？整个是刺绣史努比耶，你看，还有查理布朗，然后后面就是素面的，然后呢，它在这边旁边，你看它是用粉色的哎，粉色的史努比的布标，然后黑色呢就是用绿色的布标，好可爱哦，只有黑色只有一个，然后杏色有三个。然后它的大小就是正常的，就是你们在背的那种厚背包的大小。重点是它非常的轻，很适合你背去爬山，或是你今天出国，像这个真的就很方便，好不好？然后它旁边呢、啊，就是有这个，旁边有这样魔鬼毡，然后你就可以放水，放水跟雨伞，对，就放水啊嘞，我这管嘞是叫嘞。好可爱哦！没有、啊，就是可以放水，然后雨伞啊，里面没有雨伞，雨伞可以有点长，这太大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就是、不解了。小只的啦，对，就小只的雨伞，然后就是两边都是有魔鬼毡的，有没有？它两边都是有做像魔鬼毡的，就是你可以放雨伞，因为它空间很大。它这个空间很大，然后很好背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啊，它都是可以调整。然后这个是有点厚度的，有点厚度的，来多少钱？对，那个六百九。哦，好便宜哦，六百九。哎，这个其实很适合，六百九而已，借我一下。这个真的很适合去背重物哎，那六百九，而且收起来很小。是要买一个？对啊，史努比很可爱。然后你看。哎、欸，超便宜的。然后你看哦，它这个铁扣的拉环这边也是有史努比的 logo， 嘿 ，logo， 真的很好看的，六百九，好好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很适合出国哎、欸，就是你收起来很小嘛，然后放在你的包包里面，然后今天是不是 shopping 东西多了，你就把它拿出来背，有沒有背你的 shopping 的东西，因为它收起来就是一小包，然后它有一个收纳袋给你收。它收起来就是小小的，还有一个收纳袋。然后这个整个是刺绣在它的布料上面的，不是用贴的哦，是刺绣的哦。整个是刺绣，你看这小翠，它整个是刺绣在布料上面的，所以你都不用担心说它洗了，不是说洗了，它背那个小翠飞走了不见了，不会，背史努比飞走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看，整个面料真的很有质感，六百九嘞，超推，超级推，六百九。这颜色信六百九哎，我们要不要？
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出国很适合，因为它很轻，那超轻，因为它收起来就是小小的，然后我们就是。你就把它当成是购物袋，对，然后购物袋有的购物袋是用背的，肩膀会痛，然后你这个购物袋你就是它是算背包式的，所以你东西装了很多，你就是背着肩膀也不会痛，看这拼啊。然后这是杏色，杏色也很好看，就比较不一样的颜色，它很轻，对啊，它布料真的很轻，690哎，690，你们没有人加，然后它里面是有夹层的，对啊，没关系啦，我们这个可以就是、这现货嘞，哦对呢，它是现货嘞，对啊，这个你们要在线上加才有机会哦，因为线下有可能人家就夹走了，对，它有附一个这个收纳袋，而且它收纳袋很可爱，它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挂绳，对啊，拿链的没有，你就是可以装你自己的东西，编号几号？47吗？编号47，它里面这边有没有一个暗袋？这边是有一个那个魔鬼毡的，有一个魔鬼毡这样子，好喜欢哎、欸！有防水吗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防水，可是它有防泼 水，一点点防泼水。稍微你有是小看漏一点嘛，好我你也不会不会的，好啊。因为它毕竟也是滑面布料，所以它有一点点防泼水。它真的好轻啊！而且它收起来是小小的而已。它好轻啊！你看，啾，对啊，它好轻哦、喔。真的很适合出国的，啊、但出国我们先把这包包放进来的，对。然后出国我那边处理去韩国，哎呀，我就是安尼啊，对啊，就拢寄咖啡泡沫寄进来的，然后客船的这种的有无，能保哎，真的好便宜。然后就直接可以塞东西，塞你买的东西，然后背在身上，超可爱的。而且它整个这种背带啊都很软哦，这个整个背带都超级这种是透气的吗？对，透气的背带，透气背带这样子。然后好可爱，它这边布标也是绿色的，然后它杏色布标是粉红色的。它整个色工超级好。对啊，真的。来，再来是它的 baby， 来，啊，请拍照。贴纸47号，对，好，来，再来是这个小背带，来啊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都非常适合出国背、啊，侧背包的，对啊，侧背包，数量，好，等我。侧背的话，黑色5个，米白3个，杏色三个，黑五哦，黑五，然后一样是这种侧背包呢，你看后面超可爱的，有没有？就是有个大大的布标 logo， 然后它就是可以调长短，然后像你出国、啊、就是把它背在前面，然后非常的轻，然后你看一样它是拉链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打开，一样有附一个这个，对。一样有附一个他们的袋收纳袋耶，然后你如果这种收纳袋放别的东西也可以，放你的卫生棉啊，放小物啊，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来多少钱？来590。哦，哇，呜呼！它是刺绣的，这个车工就是刺绣，590真的很便宜。然后它里面一样空间就是还蛮大的，然后一样是有这种。啊嘞，来内购点内层有没有？内层就放你的无为本啊，都可以，就是方便啦、啊，就方便你去菜市啊，哇，是讲你去那边出国，还是要去咱台湾有旅行，然后就是把你的手机、皮包都放在里面就好了，因为它真的很轻，可以放后背有没有？可以把它当这种斜背包的概念，超轻的，你看都超轻，来，只要你问我怎样，590，孙子。孙子吵到按错了，好、哦，孙子吵到，没有福禄没关系，福禄，对，对，没事，对，来哦，喜欢的话帮我打这个是48，然后黑加一或是48信加一，只要590，只要590哦，这个是编号48号，编号48号哦，有限量哦，这个对，要抢的哦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只有限量几个，我们就是全部给它架着买，追不到喽。对，这个没有办法追啦。你们如果想要找这种就是比较轻巧的包包，你们就是来看这一组。那背包收起来超小，
超可爱、哦，超可爱的。他背包收起来就是这样，背包哦，背包收起来就这样，然后很轻，然后你就是放在你的就是包包里面，然后今天去虾皮买很多东西，你就是把背包拿出来，对，背。编号是几？编号四八，四八是那个侧背，对，侧背。然后590，只要590就好了，590骗的呀，骗的就编号四八。我刚来啊，嗨，您刚好。蛋头吗？哦不哦不哦不。晚安。不是。蛋头是上啊，对了。好，我这跳到黄河龙溪边，写不清啊。洗袂清啊，洗袂清啊！今天说等下，因阿就卡着来搞我们讲，哎，蛋头是啥？对啊，来哦，赶快有喜欢的帮我打。这个是编号四八，没错，编号四八，然后颜色有黑色跟杏色，只要590元。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嗯，加啦，加啦去，拿下不要，阿妹。赶快哦！好，那我换菜，换菜，拍照，可以拍照。四八，双刀侠，一二，笑。一二，面向我。嗯。很好。而且你看它这个袋子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史努比的这个布标，这整个都是车在这个布料上面的。它面料真的好好、哦。看得清楚就好。面料真的很好。对。相信我们的眼光。好，不用。不用啊。相信我们的眼光。哎，思敏，这个照片应该是放这里吧？有没有收起来？就这样，就是、这么小。我们看那个商品的照片要，要收起来，它就是这么的小。喜欢的来哦，这个是要喊47，四七黑，四七细。然后这个小的是48，四八黑，四八细，是，对，就是大小。其实你们就是一个大的，一个小，这样子可以这样子，好可以这样一组有牌，对，可以这样一组这样子买、啊。真的，这个面料真的很好，相信我们这在外面真的没有看过这个面料，好好哦，真的。而且做前列也买上来拍一张。面料不好哎，面料不好，我们袂客 啊。我们真的会筛选。这个当什么 CEO？ 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们平常我们看的衣服、看的包包这么的多，就相信我们，这料子好不好？真的，我们会帮你们把关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你啊嘛，你要穿了吗？啊，我今天啊，你个配件。来，再来是我身上这一件。来，颜色有粉、白、灰、粉、白、灰。来，它的这个图案呢是一个 old bike。这里，它这个图案呢，这里有一个 old bike， 米奇 old bike， 后面是这样，也是米奇 old bike。这图案是很可爱的，它是有点那种仿旧、刷旧的感觉。然后来，这个是灰色，这是白色。来，这个是粉色，它的粉呢是有点藕粉。有点灰粉，就是粉，然后带一点点灰色的面的颜色在里面。四七的黑，福禄有加到吗？四七的黑，有啊？都会看得到。好，什么？哦、oh, oh. ，如果你现在这样的话，你的购物车里面就会有。所以四七多少钱？你的购物车里面有没有四七多少？福禄没有加到，那福禄是不是你，是要他自己打吗？福禄没有加到、啊。福禄你是要四七的？限量呢？哦，所以没有了，四七没有了。对。啊，四七没有了。我记得好像黑色只有一个，最多。是啊，黑色一个而已、啊。黑色只有一个，最多。好，来，我这边号几号？49。来，我的这个粉啊，它是有点藕粉，它就灰粉啊，就是粉，然后带一点点灰色的面料，灰色的颜色在里面。然后图案是这样，图案是这样，然后后面也有图案，很可爱。然后它就是那种短版，然后有一点微微宽宽的那一种上衣。帮我量一下胸。好，有加了。来，胸宽。然后它面料是有点那种水蜜桃绒，有点那种磨毛的感觉。然后里面呢是这样子，
里面是没有刷毛，外面摸起来是有点磨嘛。面料超好，整个面料真的好舒服。这个是真的可以穿着睡觉的衣服哎、欸，胸宽很软，胸宽六十，衣长六一，胸宽六十，衣长六一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可以穿到 XL， 有来有三个颜色，喜欢的来四九粉、四九灰、四九白，白色也好看，我等一下换白色，我觉得白色很好看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赶快哦，赶快加，我先拍。福禄，福禄四十五号，你有要吗？凯蒂猫购物袋，好，福禄有要吗？好，我看到我跟王菲菲哈，王菲菲喝酒，嗯，要后边有搭，我知影，我这两支无啊，啊不，你另外一支嘞，那支嘞，你那支嘞，你想买什么？你，可是我抽的就放这里吧。不然我你拿一件给我，我就不去问你。好，去问一下。这杯我的吗？还没开的那杯。我还没开过。福禄，你福禄，你在你说。四十五，他是说。四七多少？福禄四五黑加一，你有要吗？来，白色。白色后面很好看，米奇奥特曼，米奇奥特曼，来，这个编号是四几？来四九，四九，编号四九，编号四九，四九白，四九灰，四九粉，三个颜色，粉，四九粉，四九灰，四九白，三个颜色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面料超舒服的，就是它面料就是有点那种。水蜜桃绒磨毛的感觉，然后里面是没有刷毛，可是外面摸就有点那种水蜜桃绒，然后磨磨毛毛的，绵绵毛毛什么东西？绵绵毛毛，所以我都棉絮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都觉得我眼睛快受不了了。是啊，不要棉絮。来多少钱？五百七。五百七，来一件只要五百七哦，五百七，五百七十元。便宜哦、有粉色、灰色跟白色，有三个颜色，然后可以穿到 XL。四九多少钱？570哦 ，Fifi， 570，570元哦。加上你们包色的价钱，570，真的很划算。我的妈，这个药，这个药。图案的部分会黏黏的吗？不会，因为它不是那一种，印一规片哎，印一规片哎。然后它虽然是印刷的，可是它不会黏。对 ，SU 它不会黏哦，它不会，它摸起来就是正常，不是那一种规片。你要不看你摸就有点黏黏的，啊、这个不会哦。哦，我刚才开什么色？粉色，粉红。这条是粉跟灰。四八可以看一下吗？四八是什么？好。四八是小包包吗？包包。好。四八是小包包。四八。这套吗？哎，对，四八是小包吗？有呀，来哦，四八是这个米奇尼龙小包包，米奇尼龙小包包，它的前面是整个是绣上去，然后后面有车一个史努比的布标哦，然后是尼龙的，而且非常轻哦，非常轻巧，很适合出国背啊。啊，是讲你要去佚佗有无？就是国内也可以啊，就是啊，要菜市啊买菜啊，你就是我跟你讲，你就是手嘿，就手机啊、钱包，你就把它丢在里面，然后侧背出去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对，对不对？是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那我你尽量。你等下，可以一跑会冲了。你当然这样。配不出来，配掉哎。编号来到了几号？50，只有一个颜色，只有一个颜色。有认错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拜托你我自细汉看到大汉了，你嘛好啊。你两个像阮囝，胸有钱。咱两个都唔敢捏头前做，你是嘛是有影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想说，我
十秒。九秒。二一。好了。好。好了，你好了吗？好。好了。好。好。笑死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五十号，这件我要买，要买。对，这件是我的，我先自己先留一下，因为我在找那种长版的，可以当睡衣，可以出国有没有当睡衣？可是因为长袖哎，我今我去韩国练，那就穿件内搭啊，我困都穿内搭。哎呀，啊，咱之前困不是拢穿内搭吗？刷毛的内搭哦，咱就穿内搭来噻。那我还要特地量一点。这个好好看哦，这个我喜欢，它条纹的棉的，条纹的才。条纹的纹路，然后它前面这里是用印那种，就是有点仿旧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它英文字母仿旧的感觉，两边有口袋，然后是棉的哦，长版的，然后你看到后面有挖一个洞，编号50哈，看不到内衣，对，看不到你的内衣，因为它就是做造型而已。可是如果你小可爱穿的，小可爱，小可爱，看我这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我头一支嘞，哎呦喂啊！不着急嘞，我哥。不然我换一下。那我今天我要怎样？你直接拍正常，你直接拍，哦、直接拍，直接拍。面向南云。好。哎、欸，来，你的跨水平哦。欢迎先来啊，你先来啊。这件好好看哦，好看，天啊，已经太不舒服了。哦，这鬼王是棉区，太不舒服了，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整理。对啊，哎，请问这我的放在哪？来，喜欢的不用听价钱，就直接加了好吗？因为它也是便宜的。来，530。哦，小王，530，买起来，买起来。它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你要得不得，而且只有睡衣。在家里面家居服都可以，或是你要去运动，你像都不舍，就是我要去丢垃圾了。我刚才说胸多少？忘记了。57啊，对的。哦，57。胸57。胸57，然后这一件一样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我只要530。啊，长呢？104。哦，530，530而已耶，530，而且很舒服哎。条纹的哦，它是细条，然后前面接这个真的很好看。来50+1打下去，不用带颜色吧？要哦，黑，这个是黑，50+1只要530元，编号是50，然后黑加一可以穿到 XL 号。对，然后后面你有什么？有啊，后面又一个洞。对，它后面这里有挖一个洞。对。这里小性感，他看不到你的内衣，不用担心。后面这里有一个小性感的设计，是，对，是。然后旁边有开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旁边没有。然后一样是棉料的，棉料的、哦，有没有？可以运动穿，有没有？对，棉料。这个真的很好看呢，好看，我喜欢。换档哎，好换档哎。来，编号51。对，这是男装哦。男装。对，男装，男装，对，我们今天有挑几款男装，就是上衣、裤子跟吊带裤哦。嗯，所以就是几款男装。哇，那先上衣哦。好，先上衣来。是。哎，阿丽，啊，我谁啊？我谁？51，红哥，你的贴纸呀，呀，你的包包里面。被你破单在袋子里面。我刚是夹在第一件衣服这样的，对，这是那个很挑的，这个很像歪牌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很像啊，非常像。很像歪牌的衣服，然后是男装哎。对对。很挑。不是穿在上海被曝光。对，然后它是纯棉料，就是它的棉穿起来很舒服。对，然后它是做宽版的，就是这件的话可以穿到2L应该没问题。就是男生的话可以穿到2L、XL 到2L都没问题哦。然后是这样子，穿起来就是宽松的，宽松版型，然后是微长版的。就像我的话是身高175，然后体重68，然后穿起来是稍微长版这样子，微长版的，就是会盖到屁股下面这样。然后它是有弹性的棉料，衣服布料是有弹性的。全部你别叫伊去无你看。很多组呢。看一下。
更严。所以好像想起来了吗？嗯，我看到。你说夹衣服里面？就夹在第一件衣服的那个衣服里面。袋子里面，袋子里没有，没有吗？哎，很巧的哦。然后这件的话，它是 这什么颜色？紫色。紫色。嗯。它是紫色的。你去买一种黑啊？你去买黑啊？叫伊头发黑我拍照啊，传给你安尼。那是衣服 OK 吗？有看啊，我放进去了。要不然你问啊，我这个先，安尼，你叫伊直接，你头发现在删，然后他会单次再拍一次，对，看一下那我这个先，一色，对，一色，嗯，一色，一色，来这一件一样可以穿到三号喽。来，我这个先，来只有一个颜色条纹。就基本的条纹，然后它的手袖这里啊，它是有做像很像大学梯，这里有接一块螺纹，然后跟它的领口有接螺纹，下摆没有，旁边有开叉，可以穿到 XL， 没有刷毛，弹性超好，然后是像里面是像这样子的面料，弹性很好哦。来这一件呢，编号是次级，毛是五五一吗？来编号五一，喜欢要打五一黑加一，五一黑加一。来这一件只要没对吗？可是我手机在直播呢，像没办法对哦，对呢，对啊，对呢。来这一件只要690，来690块给你们就好了。喜欢要打五一黑加一，690块给你们就好了，690。然后呢，你看到、哦、它手袖做这样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有时候你们在工作的时候，它才会卡在这边，你就不用在那边折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手袖不用在那边折，然后像这样子手袖，你就是稍微给它拉这样子，它这边手袖这样子蓬蓬的，很好看，就非常的有型。然后旁边有开叉。然后穿起来我觉得它也是算有型的上衣哦，虽然是横条，可是我觉得它穿起来是跟一般的棉条不太一样，因为它的手袖的关系，你就是可以把它抓在这边，然后让它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蓬度出来，然后这样子长版的、嗯、也不是长版的、哎、它是有点中长版，没有、啊、没有，它算有点中长版，就是稍微有盖到屁股，所以呢对屁股比较没有自信的果粉们，这件一定要买，好不好？这件一定要买，要五一五一黑加一，跳出去嘛？你说这个画面吗？对，然后我传给李明好了。好。传什么？我传那个你随随机。手机。来，帮我量一下胸宽。我好像腰不舒服哎，我好像。胸宽六八，胸宽68，长度72，长度72，胸宽68，长度72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然后来，它站远一点是这样，它其实是一件横条上衣，然后是算这样子单穿也很好看。然后你秋冬到了，你可以再罩一个背心或外套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先拍照哦。好，啊，等一下拍照。OK， 啊，我这边。OK， 你等一下好不好？
好。好多棉絮哦。没有男生穿的吗？有，等一下会有男装哦。等我们一下哦。单子不见了。有男装，都没下。好，那你这个先。然后再来下一款。它料子很舒服哎、欸。然后是那种有点那种 QQ 面的那一种面料 ，QQ 面的面料，然后穿起来是舒服的。然后后面这样看，其实也蛮有型的，很好看。而且很便宜哦，刚才说多少？忘记了。哎，五一多少钱？这样是安内哦，嗨，哦，安内哦。五一多少钱？没五一多少钱？里面还在吗？等一下哦，因为这边的网络不太好。安内哦。喂 ，Hello。来，这件。有好，每五一多少钱？690。我的上衣是690。好，来再换下一件。来，编号来到52。那好像要去关嘞。52，这是黑嘛？黑，然后这粉粉，就黑色，黑色是条纹的，对，粉色就素面的，对。然后一样，它这边有没有有接这个布标跟那个微笑？然后这里有个这个。没有啊，这样子超可爱。然后条纹的一样哦，看你们喜欢条纹或是这个，看你们是喜欢条纹的还是素面的这种粉色。我觉得素面的粉也很好看。然后后面是有写英文字母哦，荧光的英文字母。然后后面这个也有写英文字母，然后这是写绿色的，绿色英文字母。然后粉色呢是黄色的英文字母哦，听不到声音吗？来，这样我们直播有声音吗？有哦，台台，这样有声音吗？台台，有哦，好哦。来，这一件一样就是可以穿到 XL， 因为它胸宽我不用量就大概有60以上，这种一定有60以上，因为它就是宽宽的，然后长版的，有没有？看不到卡撑，它就盖到屁股，然后呢？65，哦，有到65，长76，长76，胸65，长76，一样就是可以穿到2XL，都没有问题哦。然后这件只要多少钱？560元哦，只要560元。然后颜色有粉色，然后有黑色，黑色是条纹哦，好不好？编号呢？编号几号？编号是52，这里。52号，然后只要560哦，这种都是可以追加的，所以你们喜欢的话赶快帮我加一，只要560元，超可爱，超好看，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这个微笑 ？Good， really good。然后就是它长度就是到我们的屁股这边，有没有？屁股，然后旁边有做开叉，旁边有做开叉，两个颜色哦，两个颜色，薄款的棉，那我先拍照咯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开叉技术不好。还是就拍上衣就好了。对，就拍上衣啊。哦，好了。你送正方形的吗？对。好，后面有东西吗？有。哦，细哦，比较细哦。有。前后都有，他头型。右边。右边。好。有回吗？还没。啊，我还没搞他们了。
设计师。设计师啊，换成设计师。没想到你要设计谁？然后你说我要设计谁？哦，阿雷，你收起来没？阿雷啊，哎，阿雷啊，哦，靠北创意阿雷，对吗？阿雷哦，嗯，来下一款，我的榜单呢？榜单拿来。我刚才说那件五百。五二吼，你那是五二，没五二是偌济啊？五百六，啊他五一耶，六百九，啊来再五三，阿雷嘛，六，我要请到杰利鼠，杰利鼠。来，再来编号五三，颜色有白，杏，白粉灰，来这一件呢，一样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三个颜色，杰利鼠，前面的杰利鼠，后面也有杰利鼠。对，它杰利鼠是后面是重叠的，它坐在它的头上，哎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前面呢，我看看，来前面的杰利鼠，它是把它拿在手上。有没有、啊、超可爱耶、啊、它是布娃娃，有没有、啊、它很像布娃娃，对，做开叉好看，这件也很可爱，这颜色也不错，对，可爱，这个其实也可以当家居服，也 可以啊，因为它说旁边有开叉一点点而已，这样子有一点小性感，好看耶、欸、三个颜色，来面料是棉，面料是棉料哦，棉料、嗯、对，薄棉，对，他们其实棉料都用得很好，对啊，对，穿起来是舒服的，来，对，来编号是五三白加一，五三灰加一，五三粉加一，来这件只要给你们650块，650块，很好看，贵。对，650。来，这件只要650块，650块哦，五三灰五三粉 ，OK， 喜欢的自己加，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可以点菜。是。框了什么？好，不等你。喂。有听得到，后面，能听得到吗？可以。好。前面一点。好 ，OK。来，再来是下一款，你放了我立吗？好。来，编号五四。那就是那个横条梯仙啊。横条梯仙，对，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有紫色一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、哦、那这件的话就是这边有哎、嗯、横条梯，那这件的话 它就是那个，它颜色好漂亮，对，它是宽版的横条梯，然后它是盖屁股的，就是微长版哦，微长版的横条梯，然后盖屁股的，对，然后它是那个 三色的配色，这样子，就绿色、紫色跟粉色，对，然后绿紫粉，对对 对，然后这是男装哦，这是男装，哎、欸，好好看呢，颜色好特别哦，男生的话可以穿到2L 左右，对啊，对，XL 到2L 都可以穿，是，对，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 M 号、L 号的，穿起来就是规范中的版型，很好看，好看，对，就是有点那种垂坠感，然后那个对。宽松的版型这样子，对，来这件编号是54号，没错，54号，来这件打折下来是1380，对，打折下来是1380，这个是29的，就是我们去年有卖过他们的那个夏天的衣服这样子，他们这个衣服说真的料很好，而且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，所以你在外面其实很少会看到，有，因为他们家在那个百货公司有设柜，百货公司有来的星光三月里面，对对对对 对啊，
他们现在也做很大哎、欸。超大、啊，他们好像那个是快闪店吧？嗯，百货的快闪店。对，我觉得他们以后可能会店面哦，会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那个专柜哦。可是他们店面才刚收起来而已。对啊，他们台北的店面收起来，所以他们人家想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百货对啊，百货界啊，对他们想要百货界，对，好看，颜色超美，重点是他的手绣有做绣花，对，松紧带，对，做螺纹，螺纹，对，然后它的布料是有弹性的，你看布料弹性超好。他有做雷纹，布料的弹性超好，我觉得颜色真的很好看，它的颜色吸引到我，对，然后它的版型又很像 YOM 的，对，就是很像韩国外拍的版型一样子，对啊，对啊，就穿起来就很宽松、啊，男女都可以穿，这一件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因为它没有肩线，对，它是没有肩线的，对，它是做连袖这样子，对、啊，是这样子，颜色好美哟、哦，真的好看，秀嘛，很少会有那种颜色，对啊，那你配个杏色裤子，或是灰色，或是牛仔裤就很好看了。哦，他们家的衣服就是很有态度，对啊，老板也很有态度，真的哦，老板是那个阿玲的爱人。不是啦，艾琳呦咦呦咦呦咦，艾琳呦咦呦咦呦咦，那不阮头家艾琳哩，就即摆找无伊艾琳，你看伊好像做位卖女装，拢无看到做一间个小姐较在，拢无看到伊做一个做，就是跟哪一个女生有对到眼的，完全都没有跟我共鸣。可是做这行的都是那个、啊、哪一个有年纪的、啊。就是做这一行的，就是对吧？啊，快速，我们快没时间了，我们剩15分钟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拍照，来调和。那喜欢自己加哦，就是这个的话都可以追加。调和，对，调和，你给我调和，调来几点嘛？你给我调和，我先去删。好。挖空 OK， 接下来是后置衬衫我要带爆米花，我要去找到一间爆米花够好吃，真的不知道会付保的，不然就明天好了，那不付保明天好啊，对，然后是衬衫哦、喔，然后衬衫一样是那个二九他们家的二九制造，二九制造啦，是哦、喔、嘿，二九制造，欸、我跟你说就是这样配一套、哦、拜托买起来了，超有态度，我刚才都跟你在配那个颜色，有没有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很趴，就很随性，有没有像歪牌的、啊、有没有很像歪牌的，很随性、欸、对吗、啊、那个很有设计感、喔、很随性，然后就是他的外套是也是做宽版的这样子，也是做宽版，因为这种又凉，不用量，因为它这个非常大。对，这应该破百，我觉得。对对。中方应该破百公分哦。对啊，因为它就是故意做那种很宽大的感觉，对、啊，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。对，你看这个我觉得不用量、这个。而且它的颜色超好看。对。它有点像那个欧啊秀，就是欧啊，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薰衣草的颜色进去，有点灰紫色啦，它有带一点点灰的紫色在里面，真的很好看。对，你们之前买过他们家就会知道他们家的料，然后他们家的工真的细节满满啊。对，阿叔我跟你说刷晒嘛，就只有一个色啊。对，只有一个色，紫色哦，紫色。你看这种布料，这种就是那个衬衫布料这样子。对啊。对，然后他连那个扣子都是同色系的，真的很厉害、哦。细节满满，我觉得他真的细节满满哎、欸。对，就是他细节，然后跟版型整个设计就是。很有质感，非常有味道。编号55，来编号55，来喜欢帮我打55，这件只要1690。它算是比较素，可是它就是穿起来版型很好看。对，只要1690，版型跟颜色都很好看。对啊，喜欢的话帮我打。是哦，打55指甲衣真的很好看，啊、喜欢这种宽大的，就 很有态度这样子，对，很随性这样子。喜欢这种宽大的就要帮我加衣。我们东仔今年真的改变很多。真的很多，刚才我们去这二九制造这边啊，那个老板看到，就是、穿衣服的好结实哦，穿衣服的风格也整个大转变。对，他之前都是什么衬衫啦，啊衬衫啦，衬衫 Tony 就是那个卡梅亚 Polo 没有啦，我之前穿什么露丝哦，露丝 Polo Tony 都有啦，啊现在就是做臂扎还中山，然后现在就是无刚好拍照，用凳来拍照。很急，
这是用这个47 对，47分了。啊，进来进来，准备来啦。他们家的衣服就是我们等一下在外拍就好了。好，好的好的。帮我站过来一点，嘿，啊你过去一点。那有点来不及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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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他这里我看起来这就是比较像工装裤，比较像工作裤，有没有？对，这边这边是左边，右这边是这，会使差别的有无？就是罗赖吧，右边这样。差罗赖吧，差罗赖吧，差别有无？要差什么拢会使？然后我过我过，我这边这件好好看、哦。对，然后我过，你看这会使给恁家看。这件好好看、哦。然后这边一样是可以差别，好帅哦，就是要做。放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对，然后那真的很好看，今天包喝款嘞，今天你要自己留，超好看，对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而且重点是他穿起来不会很重，嗯，对，然后重点是他不会过长，对，他的布料其实是算不会说太厚那种，对啊，穿起来脚好长哦，对，就是穿起来。有没有穿起来脚很长还蛮轻的，其实好看的这件，对，很轻。然后它是那个斜纹布哦，对，它是斜纹布牛仔，对，有点像牛仔布料的感觉。你看这个你要买了，斜纹布料这样，对，因为包这头啊，我觉得你穿紫色也好好看哦。对啊，这套就很随性。对对对，就是真的很好看，它颜色100分嘞，真的降到真的是，然后占皮皮的感觉，对啊，皮皮的，对，占皮皮的皮皮风，皮皮。好想啊，对，皮皮风真的很好看，它裤子多少钱？来，这件2150，这件只要2150，喜欢的帮我打56，灰哈，灰56灰加一，灰色哦，然后可以穿到多大？大L，可以穿到大L，对，可以穿到大L。像我是175，然后68，然后我穿的话是刚好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17568刚好。对对对，就大概到大L这样子。好，对大L，好哦，那我拍照哦。然后它是有一裤头是有一点松紧这样子，一点点松紧吗？后面啊是有点松紧。后面有一点，然后对对对对，它颜色好好看哦，56。56拍裤子就好了。好，哎，你那一脚站好，站直那一脚。哎，对。OK。好。OK、啊。后面。哦，对。再拍照吗？哎，你站侧一点，侧。侧。太侧了。太侧了。嗯。微微侧就好。好。OK 好。OK。好，换你们吗？换那个，换爆米花棒。哎，所以说这里不播了。遐无遐无啊，遐无。没有啊，这么快。爆米花，爆米花。还是我再播一两套男装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男装。他们好像。你先换啊，我先会爆米花啦。好。安尼，我甲你讲，我今仔去找着一间爆米花，真正足好食。爆米花。爆米花。我跟你讲。爆米花。爆米花啦，你绝对会发。对，绝对会发。来哦。它有总共有三个口味，它有这个摇滚起司，我要吃，肚子饿。对，摇滚起司有没有这样一桶？去哪？摇滚起司，摇滚。对，摇滚啊，一下下摇滚我 rock， 嘿 rock， 来这个我要准备湿纸巾擦手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大粒的，你看这种爆米花非常好吃哦，不是像那个咱去一种上面跨点那种小颗的玉米，对，崩哎，然后你看它是大颗的，有没有大颗的？这个你们喜欢的话，我跟你说，甜甜酱，让我们试吃酱，好吃。然后它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打开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哎呦，我得了点。哎呦呀！它有一个小刀，可以让你这样子把这一片割起来。对，有没有贴心？超贴心。有没有贴心？跟我说，这个要打电号几号？没几号，没听得到吗？没几号，57，这个装在外面吗？嗯，对啊，嗯，很香哦，嗯，好喜欢哦，这个味道起司的，嗯，然后吃起来咸咸甜甜的。真的好好吃哦！然后它一盒呢是，我看一下，
200公克，很大一桶哦。一桶是200公克，然后全素食的，全素食的。我们去找到有没有豆腰，然后刘姓扯的这个爆米花，哎、欸，还不错，就推荐给你们吃看看。嗯，好不好？喜欢哦，真的很好吃。它的口味啊，没有，我觉得没有说很大的起司的味道，不会，因为起司太浓，阿玲不敢吃。嗯。我觉得它吃起来很像那个，你今天哪里寄来一种我指定这是玉米棒，不是，一只老虎，然后就一只那种四个包啊嘿，然后一个老虎的图案。哦，我知道。会这样奇多，奇多，奇多吧？奇多啦，就很像那个味道，好香哦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每一颗都好大颗、哦。对啊，然后真的很好吃。我怎么都过腰哎？我怎么都过腰啊？真的腰啊，我给他去吃食食香。三个口味，嗯，然后这个口味是起司什么？是摇滚起司。摇滚起司。这么摇？还没有到打饭时间啊。对。然后这边下午茶、啊。一个口味一个编号。一个口味一个编号嘞。好，那这个编号是57哦。来，然后是巧克力的，嗯，巧克力本人觉得还好。我觉得他不跟我当了就该一下，对，因为他的巧克力是不会甜的，是那种黑巧克力那种，对，是不会甜的，对，是那种浓郁的巧克力味道这样子。嗯、我们两个都喜欢起司，对，啊，巧克力的，可是我觉得巧克力你喜欢巧克力的，我觉得也可以加加看，嗯，因为巧克力这个呢，它是不会甜的巧克力，然后一样是很大一颗的，嗯，其实巧克力也蛮好吃的、欸，对啊，巧克力好吃啊。嗯，因为不会甜啊，它真的不会甜，它就是只有单纯的巧克力香，然后跟它这个的蜂蜜棒的味道，对，就原味，然后巧克力你都没有插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我没有，我也没有插哎、欸，你们两个，嗯，不干不净吃了没饼是没错啊，可是也是插一下吧。你的工文编吗？嗯，对啊，他又没有在插的，对，他身体多好、啊，他身体好到不行，很硬啦。欸，其实巧克力很好吃的、欸、吃久了真的很好吃，很硬啦。欸，一盒多少啊？就是它那个巧克力是很浓郁的味道。我们都没有算价钱啊。嗯，都没有算到价钱，就甜甜价啦。你看一下那个什么那里面，嗯，我觉得你看这种是那个就是很浓郁的巧克力哦、喔嗯、啊，两个宇宙阿玲阿云，谢谢你们小班，谢谢你们的小编，中午当他们一上班就很忙，他们很有耐心回我讯息哦。梁宇，有听到吧？好嘞，啊那有小帮手辛苦喽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嗯，我都看到了，嗯，你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你怕呢？我等下等下就给你加薪水啊，对的，那么搞我两个加，我两个都无诶，拜托我两个都无加。弄加小帮手没？你看弄加你都没加我两个。有啊。我真正吼，我钱用开了了、啊。我们两个才是跟你出生入死的人。对啊。有啊，我加你们的物。我拜托，那个齐总可以加多一点吗？奇怪在哪里啊？可是好大，真的好大一颗哦。齐总在哪里啊？水果。哎、欸，巧克力好吃哎、欸，也好吃哎、欸。嗯。不，真的不会甜。不，怕甜的，或者是你真的不能吃太甜的人啊，你可以来买巧克力。嗯，因为它真的就是单纯的巧克力香。你喜欢包豆腰啊？嗯，有一点。嗯，不得不说，小帮手真的无敌有耐心。对啊，我们的小帮手黑龙爱人鬼、欸。阿内玛，因为我们老板他很在意回讯息这一块。你知道说为什么吗？因为早期是我自己在回的，嗯、对，所以说就是我会希望他们跟我回的那个标准是一样的。嗯。阿内玛，在秀哦。对对对对。哇，149。对啊，很便宜啊。几趟149呢？149。我要各两桶。你要各两桶。对，我要这个跟巧克力。对，我不要巧克力。你的话189。没有加我们那个薪水，就你看他看得我们很差。你看，拜托，哎、欸，果粉帮我们讲一下话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对我们很差、啊。你不要一直讲小帮手很好，你要讲我们两个很好啊，我们两个也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们跟我是十香哎、欸。哦，十香。好啊，哎、欸，149，巧克力是58哦、嗯。等一下，巧克力是58，然后其实爆米花是57，嗯，然后巧克力是58，对，然后来59，我跟你说，59是焦糖，焦糖哦，焦糖我的菜，嗯，59是。
魔法焦糖，但很多我们看它这个焦糖吃起来跟那个星光的、嗯、星光的还蛮像的。星光啊，就是、我喜欢焦糖。电影院的还蛮像的。电影院很像吗？是味道啦，真的很像电影院的爆米花。可是我也喜欢吃。就是我觉得其实焦糖的比较一般。嗯，就是149块而已。对，就是你们喜欢吃电影院爆米花的话，哎、欸，真的很电影院哎、欸。对，就是你们可以挑焦糖的。好好吃的，三块都很快，因为我在这边加播这个东西。好，我挑了两个虾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来，这个是58哦。对、嗯，自己加哦。自己加，赶快加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女人不加真的是，徐董要在一堆女人堆生存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它很容易啊，它很容易耶、欸，非常容易啊。那是表面，那是表面。那是我们才容，是我们才不容易吧？你要怎样了吗？没有，你又不容易了。没有，我好容易哦。你最容易的。我是超容易的。你在是我们两个不容易跟他相处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过得最容易的好不好？哇，直接靠腰。好啦，来，最后一款，来，玩一周，来，哦，没拉屎斗，没拉屎斗。对。哎，为之一亮哎。那我瞧瞧。真的吗？觉得你没有穿过这种衣服哎。我是不是应该去拿那个深蓝的、啊？我觉得好好看哦。是啊、哦。可是我觉得他要穿这个颜色比较好看。是啊、哦。我觉得深蓝他绣那个，而且你看到、哦、他这内搭长度刚好哎。对，长度刚好哎，就刚好可以透出来。对，嘿，所以我刚才色量都完好啊。哎，灰色搭几件，你个里面起来好啊。灰色。你说整套吗？整套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可以配上一套。好，来用下体给我看一下。好了，来。哦，是超好看哎、欸。然后它是刺绣的哦，它是刺绣。穿这一件要唱哪一首歌啊？来啊，哪一首啊？不要。空中空中。不要。我不要用抖音烂梗。好了。你自己给他写的。被他洗脑了啦。抖音烂梗。最后一套。对，它是刺绣，是那个就是小恐龙图案的，就是有。很多种恐龙这样子，什么异手龙啊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奇怪的龙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刺绣恐龙图案的，对，然后它这个的话一样是二九制造的衣服哦，对，然后它是外套的，就是它是整套的，然后其实可以那个可以分开穿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是外套是啊嘞，旁边有做扣子可以做调整这样子，啊裤子好，裤子是啊嘞。然后穿起来就是很休闲，棉 T， 后面也是满版的恐龙图案，不修边棉 T 是安尼，这件质感超好的，然后你看它，你看图案好通安尼啊，就是让它痛出来。它这什么颜色？是灰，它是灰色。然后它这边是搭这个蓝色这样子。一开始以为我们三个是兄弟姐妹。其实差不多了，都认识这几年了，应该对啊，也像啊，就是弟弟啊，姐姐妹妹啊，我们就是三兄弟啊。对啊，算什么结义什么的。我们是三姐妹啊。对。三姐弟，我们叫三姐弟。对，他是车那个车线是车蓝色。而且他包边非常的好哦，像这种衣服，你外面只有星光三月有，因为他们星光三有色柜，所以你就是会看到星光三月有，不然其他的店面都没有人卖他们家的衣服。没错，只有我们而已。1680，外行黑头给拔烂，有无？对，真的拔烂，真的拔烂哎！来，外套1680就好啊。嗯，没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件算外套。外套，对，它是外套。对，它其实是做拉链的。然后它的布料是风衣，然后是软的风衣材质哦。对，真的材质非常，而且它的布料都是那个。算很便宜哦，要不然其实要开到1800哦。它的那个绣的，就是都是绣什么恐龙啊、比翼龙啊，这边翅龙啊。对，就是类似那种，都是恐龙类的。对，就是很多恐龙的刺绣图案。对，哎、欸，真的很特别，很特别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外面找不到哦。然后它的拉链啊，还有它的包边都非常的精，就是龙族后的地儿啊。质感超好，真的，而且它面料好好。布料超好。它拿到那种面料的手感就不一样，真的很好，而且它有做袋子哎，然后、啊、我们袋子没有拿。对，对，这种算是风衣布，对，是软的风衣布哦，是高质感的风衣哦。嗯，质感好。OK， 跟你讲，这个今年一定要买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明年是龙年哦，对，就是要穿恐龙的衣服。对啊，对，明年是龙年呐、啊，啊，不要跳空龙康康康康康，不要跳那个抖，对不起，不要跳抖，不要跳抖，那、哦啊、就很想要唱这一首。对，好，空龙康康康，对对对，来哦，拍一下。好，我们有点迟到了。好，来，再来下一件裤子。来，裤子来哦，就是、整套的啦，一样的布料，就是。你站的前就出去了呵、啊。同一块布。你没瓦沙、啊。我需要拍啊。好，就穿这一套啊，买了。同一块布这样子。
哎呀，所以裤子是几？五八。五八。来，裤子是，嗯，那个上衣60，裤子61哦。哦，上衣60哦。啊、所以哦，好对吼、哦，哦，所以刚啊，冯米胖迄个啦，冯米胖用哦，冯米胖会来，迄五八会来，五八是冯米胖啊。啊，上衣你讲买了上衣是哈？而且刚拍照说，电鞋电鞋上哦，电鞋啊，裤子61吼，好，安尼电鞋，乱去啊，乱去啊，安尼哦，安尼哦，嗯，爆米花好好吃，一定要买。对。爆米花真的真心好吃，超好吃，好，一定要买。它的裤子的话，跟上衣是同一块布料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它前面是做那个，就是有抽绳，然后是有松紧的，不错。然后它可以穿到，好看欸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大 L 号，大 L 号，对，应该大 L 号，就是差 L， 我觉得应该穿不下来。有没有拉链啊？有啊，有拉链啊，有啊，你手汗啊，你手汗啊，你手汗泡到底来对的啊？什么？有无好啊？有啊。你也穿黑哦，有姐姐那个有啊，姐姐那个噶，我想妈妈了。然后这个很长，就是他不会说就是缩到里面去这样子，他设计的很长这样子，对超长，你看，你可以没有开玩笑的。同事之间像对啊，我们都这样子打打闹闹啊，对啊，真的我们是没有打他，只有闹他而已，没有打他。他这个很长，就是他这样子可以绑起来，然后他不会丢进去里面。对对，然后他前面是做那个裤头，然后有松紧的，对，有松紧带。建议一定要一套，对，一套比较有感觉。如果你没有穿一套，就算你这件配这件裤子，这样没有配外套也很好看。对，看这边打折，打两折这样子，打两折。来，头前 Q 紧，这样子顺下去很好看，很美。对，料非常的好哦，面料，我跟你讲，这几件背起来，扣啊这几件，扣啊这几件，来1280，来1280哦，来编号61，喜欢帮我打61回家，一叫1280。有个细节是，你看它的口袋是设计一个。两个，然后三个，还有三个口袋，还有三个口袋，有一个小口袋这样子，一个小的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侧边再一个这样子。短裤是几腰？它就大概你几腰？不然等一下量好了，等一下量。我们等一下量一下哦，台。它设计一个两个口袋这样子，就是你可以放手机，然后手机放完之后旁边再放钱包。哦，对，因为分类，很多人就是不喜欢手机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，会刮到嘛。对。对，就是它细节真的满满。对，然后这口袋超大，口袋这么大，好用心哦，这么大一个口袋。我第一次看到做这种口袋的，对，因为都是应该的，只要查包需要什么，对，因为其实男生的话，手机会放一口袋，然后就不会放其他东西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说你等于是你可以放手机，然后第二个口袋再放钱，哇，好聪明啊！我觉得女生也需要哎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正常手机，很多女生都是买包包啊，哎，有时候也是真的会像她这样子，对，因为手机不想要钱放在一起，对，手机跟钱或钥匙不会放一起嘛，因为会刮到嘛，嗯，对，所以说她口袋是有特别做设计这样子，然后后面的话也是有做口袋这样，后面口袋也很大，你看。iPhone 15 Pro Max， 后面口袋可以直接放进去，又短了又短了，对，很大。然后对，然后重点是它布料超级轻，有布料非常非常轻，对啊，超好，拍照拍照，大概5分这样子，拍照拍照，拍照。那等一下我量尺寸哦，稍等一下哦，最后一款啦，等你哦，鹏哥你帮我骑下来一点嘛，看无。好，来最后一款就是里面的 T， 好，来里面的 T 有三个颜色。哎，裤子要先量尺寸吗？还是等一下再量？等一下再量好了。台私讯好了啦，台私讯你哦，我们等一下量完再传简讯给你。可是还是要量完之后还是要传不是吗？嗯、还是要传到那个那什么照片上面啊？哦，妹妹会用哦。好，不你阿姐。等一下量，对，然后我等一下细量一下哦。对，然后是这个棉 T 这样子，它是素面的棉 T， 然后它是也是做宽松的，好像 Y 牌的哦。对，很像 Y 牌。怎么这么像啊？超像。这家是新店吗？对啊，金凤，我们是第一次来他们家直播的。可是这个男装是29的哦。对，是29，不是 Y 牌的。就是我们之前夏天有卖过他们家的衣服，29的制造。好。对他们家是来上衣，那边还有两个颜色。嘿，来，总共有三色，有灰、绿、白。灰绿白，对，颜色有灰绿白哦，灰绿白。他们家的，对，他们家 logo， 对，29，然后布料非常的好哦，然后它下摆是有做 kitty cut 的，还有做造型，对，
下面这个是那个就是故意做那个就是不修边的。对，然后有正能展啊，那我就是比较不一样啊。对，就是先做。有这样我你看，伊是正能言呢，就像全能力的感觉。对，就先做不修边，然后再扯起来。对啊。就不会整个低提这样子。嗯。对，而且它布料我跟你说非常的好，是不会变形的棉，然后它里面稍微有点像毛巾布料的感觉。对。真的很优秀。欸、好不好？布料是这样。真的，我感觉今天查甫穿拢真好看。可是它不厚，它算薄的哦。对，它是薄款的棉，而且是有点滑滑的棉。对，不是那种很厚然后很扎实很重的那一种，完全不会哦。是，对。對，然后就是像这两色都很特别这样子。就是比较不一样啦，因为我刚才我是看到这个颜色，我说哎、欸，这个颜色好好看哦，它有一点么咸彩色，咸彩色有无？对。对啊，喜欢那种比较像咖啡绿啊，那种咸菜色的，你们就可以加。阿林最爱的大地色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阿林最爱的腮鞋。对，我最爱腮鞋了，我什么颜色都爱腮鞋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基本款就白色。对。基本款就白色。对。对，然后它就很像那种外牌，就穿起来很有个性，很有态度这种感觉。对，非常有态度，因为陶哥的非常有态度啊。对。哦，态度一百分，你衣服穿起来才会好看。就是他们家的衣服都是老板自己设计，然后他们老板就是很有态度，很会介绍衣服。对，他老板这个嘴巴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很有自己的理念这样子。对，就是他会有他的想法，然后想要怎么做，想要怎么规划，然后他会就列出来跟我们讲。上次刚刚反映说你们衣服太大，然后他就说。太大是你们的问题啊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对啊，对对，他很有态度，非常有态度，对，就是很有自己的风格啦。对，他不会说为了说，哎、欸，有点上修多啊呢，啊，为了说为了太大，然后去改小也不要啊。就是他不会去迎合客人，对，他会希望说去客人去接受他的、那個、他的衣服啦，对对 对, 對，非常好。哦，超赞，这件好看。对，我也喜欢这一件。落肩哦，稍微有落肩，对，它是落肩的、哦。然后是宽松版型，就很像那个 Y 牌这样子。真的很好看呢。好啊，就是、那你们喜欢的话，还有蓝色，男生版的 Y 牌，还有蓝色，对，还有蓝色哦。哈、哦，总共有四个颜色，有灰蓝、绿白、灰蓝、绿白。这个蓝就是有点那个，是蓝绿色吗？没有，它是那种有点像莫兰底的蓝。对，就是那种雾雾的蓝色。它颜色也很好看，其实它四个颜色都很好看，然后我觉得它很好搭配，就是很好搭配，是像蓝色啊，然后跟我身上这一色跟这个这一色都，我推这两色，对，我推灰跟这个绿，这种芥末色，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穿起来好好看、啊。尺寸帮我量一下好了。好来，是在那边、哦。然后是这一间的二九的，就是我们之前有播过他们家的，哦，他们家的我们超爱、欸。超爱，超级爱。对，他们家就很像 Y 牌这种，就是很有个性的衣服。胸宽七三，好，然后长度七九，好，胸七三，长七九，对，哎，你有记哈？胸七三，长七九，对，然后是男装哦，没看题，没你看有题，就是他男装穿起来就是不会像那个女装那样子，这边卡卡的样子，有，好，好啊，那我先拍照，好。因为像我穿歪版的衣服前面会 KK 的，可是这种男装就完全不会这样子。啊、哦，会整容摇摇。现在有报价吗？哎，你有报价了吗？你是裤子也没报价？裤子有啊，裤子有啊，上衣还没。来750就好。上衣750，750，750元，来加下去了750块呢，歪牌了不加秀，真的，对，歪牌一件这个都要1000，好像1300哦，1380。对，你看这个它的布料用这么多，然后那个品质这么好。哎、欸，阿丽不要钱呢，不要了，没几号了，62，我贴这。好的，62哦，有两个这边，好，有蓝咖，然后白跟这什么颜色？灰，蓝咖白灰，62哦，蓝绿白灰吧，蓝绿白灰，蓝绿白灰，蓝绿白灰，对，蓝绿白灰，这是绿的对吗？对，蓝绿白灰，蓝绿白灰，对。颜色有蓝绿白灰，然后一件只要750元哦，喜欢赶快加哦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OK。哎呦喂呀，我们要赶时间了，是，我挺多了，不好意思给人家那个。
好哦，那等一下下播之后啊，我们这个都可以回放哦，我们回放到礼拜一吗？对，回放到下礼拜一结单的时候，对，可以回放哦，你们都可以回放家。对，然后明天一样哦，明天还有直播哦，所以今天下播之后先不要结单，是，明天看一看再一起结单哦，啊、好不 好, 好？谢谢你们哦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、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按这里哈，嗯，拜拜。